颁奖导演的坏话。哦，讲超多，超多，超多，很好讲。我要先讲，我怕我被讲掉。可恶！好，先讲。话多，又啰嗦。哪方面的啰嗦啊？他就是呢。不管是讲电影啦，讲生活啦，讲做人啦，讲煮个面啦，煮个面，就是只要给他一个话匣子一直开，他就是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常常跟他一起做访问会很难插话，对，就是一直讲都找不到地方插话。他很累的时候就很想跟他。而且他可能人家问说，哎，那可惜在这个戏里面怎样怎样，然后导演就会回答，就是对，在可惜回答，然后就回答十分钟。就是光一个就是扫地也可以讲十分钟，讲超多的。对，我觉得他缺点哦，我其实觉得他很硬。然后某方面真的也太硬、哦，是他是他比他还要硬，你就知道有多硬。是是是。导演是什么星座？射手，射手，射手，他超不射手的，他超不射手，射手。哎，导演，要不要坐在隔壁？没有，他在剧班，他在很远。哎，这怎么会这样啊？射手不是很？那他是哪一方面硬啊？我觉得他整个人都很硬，他私底下跟工作都很硬。就是说你私底下跟他聊天怎么样都打不进去，他不会让自己失控，他自己说的，对，他自己说过这句话，没错，对，就是他是真的是非常自律，非常自律，然后很喜欢控制他自己的生活的，就是每一个都要在他的控制范围内，嗯，这样，他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好好的跟对方讲，跟就是很有耐心的，就是。又重复的在讲，或找不同的方式讲，他比较像那个周星驰电影的那个唐。你有多少兄弟姐妹？你父母尚在吗？你说句话，我只是想在临死之前多交一个朋友而已。真想到对方就是谁？我改，好，对不起，我改，我错了，不要再讲了。他会认错，他会认错。不是，我说他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就是沟通跟就是。讲道理，或者是说，就是想要跟大家沟通，所以他就个性脾气非常好了。你来台北几年了？八年。你还没演过真正的电影，对吧？虽然剧本里面写全裸，我们可不可以去问看导演他会怎么拍这场戏？当然可以啊，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要搞清楚，现在一堆人在抢这个角色，选我，什么都可以。这人留下来，其他可以走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录了，你要拍什么？拜托你进屋状况好不好啊？你是一条狗。为什么女主角是你啊？你这个贱人！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，我不像你，我还挺圈哎，我过得很好了。这场戏有五个层次，神志不清，绝望，心碎，觉醒，放手打自己。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，感受是最重要的。